是九月啊，不是重录，今天是八月六号。今天是八月六号，今天是八月六号，今天是一个大日子，是小敏的生日。然后我们来到她家里，然后录了刚才那个礼物开箱之后，我们知道了一个 big news。然后这个 big news 就是小敏怀孕了。是我，没事，我碰到了她的肚子，我好害怕。她现在怀孕已经两个月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把这个视频记录下来。大家现在看哦，这里有一个宝宝，还不知道是男是女，但是她两个月啦，嗯，好快乐呀！今天就是又是她生日，然后又知道，我就说上周打牌的时候，怎么他俩九点多就撤了？我们平常都可以打到凌晨两点呢。这么一想，哦，我马上就可以做干妈了，我好快乐，而且超生气的。小敏，她上周就已经把这个消息偷偷的告诉了 Beauty， 但 Beauty 也没有告诉我。我们已经不是 BFF 了，好难过。Anyway， 就是想录一段视频，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。我听说了，小敏姐姐上周就告诉你她怀孕了，你为什么？瞒了一个礼拜，这一个礼拜你都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保守秘密保守得这么好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跟小敏姐姐那么好，小敏姐姐先告诉了你，你倒好，一个礼拜都不告诉我。知道错了吗？你再摸我一下。知道错了，行，那我摸摸你吧。跟姐姐说，小敏姐姐生日快乐，小敏姐姐的宝宝健康快乐。看一个怀孕十一周的孕妇，好吃的。她就是怀孕，现在到这个阶段就很辛苦。好处是她没有吐，但是小敏刚才讲说她现在就是会有恶心。就是今天就特别 crave 吃这个，就是牛肉的 sushi， 生鱼不可以吃，但可以吃熟的，熟肉的。我好期待啊，到时候好吃这些照片、视频都给你剪出来，然后放在一起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狗超过分，这个狗来了。不是，这个狗就是传说中我们家最先知道小敏怀孕这件事的，小敏偷偷跟他讲的，都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，都没说。你给拍一下那个 peanut butter， 是我半夜去 Kroger 买的。对，那时候半夜吃。突然想吃 peanut butter。来。哦，蘸点面包啊，蘸点奶。对。然后，但你晚上就真的吃了吗？就半夜吃买了。Kroger 开到几点？我就想知道。Kroger 开到11点。11点半。我俩都准备躺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，准备睡觉了。我以为是沃尔玛那种凌晨两点。一般。对哈。记一下。一般我们到那个时候都已经睡了。那有可能会半夜饿醒。爬起来就说不行，你有。如果。半夜那只能去火了吧？对啊，看这个准爸爸表现不错。今天是记录一个怀孕12周孕妇的日常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敏。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就可以收到一封信，就可以知道宝宝的性别了。是的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。是你。有个宝宝，他现在可能还没有长出手指头，但是他已经有胳膊有腿了。是的，周一就知道了。是的，记住哦，现在是他12周的时候。12周不是12个月。Hello， 刚刚呢 ，Leo 有把宝带有宝宝性别的这个信封给我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宝宝到底是男是女。一起打开，哇！我感觉好紧张啊！看一看，我来给大家看哦。宝宝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我好高兴啊！说实话，这个就跟我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看到清宫图的那个就是性别是 match 的，这样我觉得哇，这个东西还挺准的。但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还不太清楚。然后我现在呢是唯一一个知道宝宝性别的人。然后周五呢我会去小敏家帮他做 decoration， 然后
爸爸和妈妈就会在周五同一时间，在我们所有朋友的见证下知道宝宝的性别。我觉得特别 excited， 哇，好高兴啊！今天来小敏家揭露宝宝的性别，现在我是唯一一个知道性别的人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棒，所以你们看我上身穿了蓝的，下身穿了粉色的，就让所有人完全猜不出来宝宝到底是男是女，哈哈。Hello， 我们来了一堆人，已经开始随便开始吃吃喝喝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堆人，有一些大家已经见过的， Hello. 还有一些大家还没有见到过的。这是见过的。我们还要再等三对儿，对吧？要半是吧？对，我们还有六个人在路上，我们全员都到齐了。然后非常的热络，吃饭喽！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很奇怪，就是如果真的有人搜到的话，会发现哇，为什么那个跳舞的女生我们也认识，那个钢琴老师也在这群里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搜索。但其实没有想到，我们并不是因为就是这些人开了频道还非要凑在一起，就我们就已经很多年之前就已经认识了。我们是都认识 vlog 博主，我们才自己开始跳舞又弹琴的。笑死了！所以谁要是看到了这个视频，如果我以后火了，是要看到这个视频学钢琴，请找他；学跳舞，请找他。还有学代码，学代码请找我。学代码请找他。一会儿大家都拿出手机来，请大家花大概十秒钟的时间关注一下，互相关注一下，互相关注一下，是的。Come on.
我是无忌的无。